Hello， 今天吃的都是东北菜，大拉皮，还有锅包肉、韭菜盒子、京酱肉丝，还有一份爆炒羊肉。我想要来裹着这个饼皮吃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份酱骨架。今天的肉真的太多了，我好像是第一次吃大拉皮，不知道跟凉皮有什么区别。粉太滑他们家的韭菜盒子真的很好吃，皮薄馅多。这个我觉得特别酸，酸的我都说不出话，锅包肉也特别酸。
最后一块啊。这个酱骨架真的很好吃，哎呀，我刚刚嘴巴真的被锅包肉还有东北大拉皮酸到了。吃饱了。